《大秦帝国》第三部，《金戈铁马》第十四章，《对峙上党》。两日后抵达上党，老廉颇已经率领中军幕府南下长平，赵括的幕府人马连同三千护卫甲士，却直下丹水出口了。壶关只有许力的粮草辎重大营与城外马安鹤的驻防大军了。 听许丽一说情势，平原君顿时大急，立即带领卫队越过长平，直接南下，终是在丹水出口的峡谷中看到了赵括大营。平原君前来督战，战胜有望也。赵括兴奋异常的将平原君迎进了大帐。君为大将，可知军令如山。平原君面沉似水，当头冷冰冰一句。 赵括默然有请，突然抬头高声道：“邦国兴亡大于军令，何况赵括并未扰军。”赵括大胆，平原君陡然怒喝：“乱命便是亡国，煽动便是扰军，尔何等强辩！”赵括面色骤然涨红，大喘着粗气，终是咬着牙关忍住了。 在赵国，平原君赵胜是从少年时期便极富才名的王族英杰，被天下呼为“战国四大公子”时，平原君还不到二十岁。无论是马上征战，还是邦交斡旋，亦或侠义结交，平原君都是声威赫赫，更兼资望深重，在赵国是无可动摇的栋梁权臣。赵括纵是心高气傲，素常也很是亲近名士大才。 常对人笑谈，人以才学见识胜。赵括便服，西湖天下无才，叫赵括如何服人？有人说给孝成王，孝成王哈哈大笑，坦诚若此，麻福子可人也。在赵国，赵括也就是对平原君尚存些许亲近，只因了平原君是他眼中赵国唯一的通才名臣，其余。 如蔺相如、廉颇、乐毅父子等，在赵括眼中都是执一之才，不足论也。今日平原君虽则以威势压人，两句指斥却也是无可辩驳。寻常之时，人得平原君这两句指斥，立即便有杀身之祸；而对自己，平原君也仅是指斥而已，并无刑罚加身之意。你赵括还当如何？一阵喘息。 赵括平静了下来，请平原君入座，将廉颇部署与自己的战法谋划仔细禀报了一遍。末料道，平原君公允论之，赵括错在何处？马夫子勇气可嘉也。平原君淡淡一笑，然则老夫以为，数十年来，秦赵无十万以上之大战，今番双方云集大军于上党。 将成天下瞩目之大绝，老将军出取首势，纵不能使秦军知难而退，至少可在不败之势下探究敌情之虚实，查明秦军之长短优劣。相持有许，若情势确有可攻之战机，老廉颇也是虎虎猛将，自当大攻秦军也。君之战法虽亦无错。 然却有一大隐患，一旦猛攻决战有失，上党立即便是危局。赵国想增兵都来不及。马夫子熟读兵书，如何不知此理？未战先俱败，夫妇何言？赵括终于是有些沮丧了。不说也罢。平原君笑了。 自古兵无二将，马夫子还要留在上党吗？赵括猛然抬头，未奉君命，将不离军。老夫以为，你当回邯郸，使大将军事权归一。平原君的笑意倏忽消失。赵括只想出丹水与秦军一战，试探秦军战力。 平原君向后一摆手，宣书。随行书吏立,立即打开一卷王书，高声念诵起来。孝成王书很是明确：赵括交接大军已罢，立即随同平原君回邯郸。令事。赵括听罢王书，嘴角一阵抽搐，道：“君命如此，赵括，自当遵从。” 平原君很是不悦，沉着脸下令赵括立即拔营启程，先回湖关等候。赵括无奈，只好拔营样样去了。平原君风尘仆仆的另路北上了，到得长平关下，已经是暮霭沉沉，但见关西丹珠岭上火把连绵东去，宛如无边无际的一条火龙，满山号子声声鼎沸一般。 前行，司马来报说，廉颇不在行辕，一直在丹朱岭督修长城。平原君一阵感慨，命随行护卫在长平关下扎营，自己带了两名司马，举着火把上山去了。从陡峭的南坡爬上丹朱岭，那道遍体鳞伤的残破巨龙，赫然展现在万千火把之下。松动坍塌的石条，横七竖八地散落在山坡。 即或较完整的墙段，垛口也十有八九都颓衰松动了。丈余宽的城墙地面，到处都是山洪冲刷的坑洞。储存滚木、雷石与兵器的石板仓，几乎无一例外的或坍塌或破损，总之是不能用了。平原君从来没到过这道赫赫大名的韩国石长城，今日一看，心头大是沉重。 如此百里长城，纵能在开战之前仓促修葺完毕，却有效用吗？疏忽之间，平原君耳边响起了赵武灵王浑厚的声音：“赵军以清锐剽悍为常，欲战宜攻不宜守，但守坚壁，事倍功半也。”平原君虽然没有做过统兵大将，但自少年便在军中磨练。 军旅大要却是清楚的，大凡坚守，必须以重甲步兵与大型器械见长，且需保证源源不断的辎重粮草输送。论战力，赵国精兵十有八九都是骑兵，若是在大草原般的平原开阔地决战，赵军堪称无可匹敌。然则要说到重甲步兵，赵国实在是一短。百年以来。 赵国先后涌现过四支精锐步兵，最早是吴起严酷训练出来的魏武卒，其次是田忌、孙膑时期的齐国季鸡之士，再次是商鞅时期练成的秦国新军锐士，最后是乐毅练成的燕军辽东坚兵。如今，魏、齐、燕三大精锐步兵全部衰落。 唯于秦军锐士之旅称雄天下，赵国胡服骑射的军法大变革，先后练成的三十余万飞骑，自然可傲视天下。步军虽然也是二十余万之众，但与秦军锐士相比，显然有两大缺陷：一是单兵战力与整体结阵战力不如秦军；二是重型防守器械不如秦军完备。说起来。 赵国也是多山多险之邦，理当有一支长于守御山地隘口的精锐之师，如何当年武陵王便忽视了？如今看来，天下整体精锐者唯有秦军了。秦军铁骑与赵军不相上下，步军强于赵军，周师水军已经超过了楚军，各种攻守大型器械更是完备丰富，粮草后继更是。 平原君身临战阵，老卒不胜欣慰。啊，老将军！平原君恍然醒悟，情不自禁地猛然拉住了那双粗糙的大手。回到长平幕府，廉颇立即吩咐整治了两岸军食酒肉，为平原君洗尘。廉颇已经得到了赵括被召回邯郸的消息，心下轻松，对平原君细,细细说起了自己的种种谋划。 侃侃半个时辰，兀自意犹未尽。平原君笑道：“老将军将一个‘守’字说得淋漓尽致，赵胜实在是钦佩了。”话音一转，忧心忡忡：“然则，老将军长远之策如何？毕竟，一个‘守’字胜不得秦军也。”廉颇不禁哈哈大笑。 天下何曾有为首将军了？赵国精兵之长在攻，老卒数十年疆场，岂能如此昏聩也？好，平原君拍案大笑：“老将军一言中地，你只说何时方可攻秦？”攻秦之要在二。廉颇压低声音道：“其一。” 六国合纵成，至少三晋同心出兵，便是战机。其实，魏国出河内，韩国出河外，秦军背后动摇，我便两路大军攻秦。骑兵出安阳南下，步军出太行三行，直逼河内。其二，或切断大河周船粮道，秦军必乱，我则一鼓而出。 老将军，平原君长吁一声，如释重负。如此，赵国无忧也。廉颇一阵思忖，踌躇着道：“老卒尚有一请，平原君寸多。老将军但说无妨。老祖以为，此战当以老乐毅为帅。” 老卒复之，可得万全。平原君心下骤然一沉，老将军，莫非有甚心思？廉颇面色涨红，吭哧片刻，一声喘息。老祖所虑，酣战换将之时，再说便迟了。平原君疏忽变色。 老将军何有此虑？何人何时有换将之说？廉颇摇摇头。老卒虽则善战，却不善说，只恐到时说服不得。分明是言犹未尽，却生生打住了话头。平原君顿时明白，慨然拍案道：“邦国兴亡，赵王便要换将，我等岂能坐视无说？” 老乐毅隐退多年，更不熟悉赵军。纵是满腹志忌何如老将军对赵军如臂使指？老将军若得顾虑，赵胜今日便明说。马服子若得发难，有赵胜说话。骤然之间，廉颇老泪纵横，对着平原君深深一躬。五。 相持三年，雪球越滚越大，胜负却越来越渺茫。最炎热的两个多月里，秦赵两军分外的紧张忙碌。自二十多年前白起东占河内，酷暑严冬无战事的古老传统，早已经被打破了、丢弃了。冯亭春二月献了上党，赵国三月进驻大军。 秦军四月紧跟而来，环环相扣，步步紧逼，谁顾得去讲究个春夏秋冬了？在上党这样的广阔高地对峙，双方大军各以两郡为根基：秦国的河东、河内两郡，赵国的邯郸、上党两郡。若再连同牵动的魏、韩两国，并洛阳王姬，整个大河上下的中原地带都覆盖了前所未有的大战阴云。 围棋战场广阔，围棋官设兴亡根本。两军各自抵达战地后，都没有立即开战。赵国以逸待劳，取首饰，忙着修筑深沟高垒；秦军远道进军，取攻势，忙着肃清函谷关以东的关隘河道，忙着输送囤积粮草，忙着清理外围战场，忙着设伏、探查、部署等诸般大战前的准备。 整个酷暑炎夏，两军一直没有接战，仿佛各自演练攻防一般。一进七月，借着上党山地第一缕清凉的秋风，秦军的外围进攻战拉开了帷幕。第一战，抢夺太行南三陉。王和早已经将赵军主力的三道防线探听得清楚，知道。 最靠近太行山南端的丹水防线，距离三个行口尚有数十里山路。三个行口各由三名都尉率领两千步兵镇守。对于赵军，这三个行口是前沿要塞关隘，却不是核心防线。纵大军驻防，也无法展开。两千精兵是最能施展战力的防守。 两个多月来，王和已经对三行地形兵力了如指掌，派出三路精锐步军，每路三千，夜攻三行。为了扰乱赵军判断，王和同时派出八百赤候营飞骑，秘密插入赵军丹水防线与三行之间的山谷地带，伺机骚扰并截击赵军联络通道。月黑风高的三更一点，军营碉斗第一报。 预先已经在三行口外埋伏好的秦军锐士同时出动，悄无声息地扑向了三处要隘。所谓行口要隘，是狭窄的峡谷山道之上，凌空架一座山石城墙、城楼或城堡，两边各有一座千人军营。但有敌军来犯，城楼士兵立即凌空放下千斤石门，堵塞峡谷，同时。 以滚木雷石、箭雨正面居高攻敌，两侧山腰也同时夹击，事实上极难攻陷。此所谓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也。秦军事先反复谋划演练好的战法是：不走关下行道，每五百人一路，分作六路，不打火把，摸黑前行，进入行口两侧山岭，在突然袭击两侧军营的同时。 两路一千人立即夹击中央城楼，同时分割猛攻，使三处不能相互为援。如此战法果然大见成效。半夜激战，西段轵关行与中段太行行终被攻克，赵军四千人全部战死，还斩首了四名都尉。这便是二张四卫之首战。东段白型虽未攻克。 却也杀敌一千，并斩首赵军皮将胡家。原来，在突袭猛攻白陉刚开始半个时辰，突有一支数百人骑兵从北向南进入行道，领军大将立即下令，一部骑兵弃马步战，杀上山腰。赵军骑兵各个个精于骑射，未及接战，便是长弓夜射，渐渐接中火把下的黑甲秦军。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秦军赤候飞骑突然杀到，一面与谷中赵军骑兵猛烈搏杀，一面分兵杀上山腰增援。杀到天色已亮，关隘由是南下。秦军部足余部突围杀出了战场。此战秦军战死三千，其中东路战死一千六百，其余六千人个个带伤，可谓惨胜。王和大怒。 顿时将白起叮嘱抛在了九霄云外。休战三日，立即发兵八万，猛攻赵军西部老马岭防线。王和之所以将大举猛攻之地选在老马岭，一则因上党西部在太行山屏障之外，攻陷老马岭防线便可直接进入上党腹地；二则。 因沁水河谷已经先有环河的三万步军隐秘埋,埋伏，可供赵军出其不意。王河是秦军著名的猛将，每战必冲锋陷阵而后快。这次亲自率领五万步骑，同时猛攻老马岭南段。老马岭是一道南北走向的石山，岭高陡绝，跋涉维艰，百姓也叫做伐马岭。 这道山岭从北向南逶迤八十余里，中段有一道横贯东西的峡谷行口，便是上党西部险关高平关。这高平关险峻异常，南峭壁，北斗涧，为中间峡谷通得东西。这道峡谷东西长约一里，南北宽约两里，是河东进出上党的咽喉要道，也是整个老马岭防线的要害枢纽。赵军。 驻守老马岭一线，除了无法攀援陡峭高山，凡可进兵的山坡地段，都挖掘壕沟，储备滚木雷石以防守。五万守军分作前后呼应，山腰壁垒有三万守军，高平关背后的河谷地带驻扎两万守军，以策应各方险情。如此部署，可见廉颇之苦心谋划。 《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》第十四章“对峙上党”就为您播读到这里，下一期我们再见。